周五旅展正式的开跑，有不少的饭店业者都特别推出了线上订房优惠，最低下杀1.2折。好，第一个号码抽出来了，32号，1000元国旅券，11月1号起就能使用。最后一组抽签出炉，包括32、02、87、93、82、17，一共6组幸运儿。随着疫情趋缓，饭店业者抢国旅商机，纷纷推出优惠。阳光洒进房内，好放松。这一间五星饭店的万元双人房，2晚住宿券下杀最低1.2折。不止国旅券，台北旅展周五即将开跑，饭店先推线上订优惠。国旅券昨天上路，那昨天我们就接到非常多消费者询问的电话。那这个杰斯旅的话呢，因为它的推出的这个优惠，再加上抵扣掉国旅券1000元，所以它的房价比起来是我们集团里面最划算的。不能说国玩看准国旅行，饭店业者旅展在加码，台北金华酒店精致套房住2晚最便宜7999元，还有1晚台北1晚宜兰也打2.1折。韩式爱丽酒店住1晚还附早餐，只要3699元，相当于1.9折。餐券最低也有5.4折。喜来登则是住宿券下杀2.7折。从11月1号到11月11号，那只要是客人预订的话，每人每晚只要1元起。台北万豪酒店住宿券也推3大优惠，最低1.8折。无论是住宿还是餐券，饭店通通打出折扣，趁疫情趋缓赚一波。三立新闻周冠宇、郭顺宇台。